大胆的想法，我要去一v一输十把，因为我们现在连胜，那系统觉得我在连跪，然后打一手挑战赛。Tomorrow， 挑战赛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你相信玄学吗？我相信玄学。我操，五个射手，不是别搞我啊！挑战赛别搞我呀！不会真三连跪吧？还五个射手，谁能赢啊？这边国服老虎，国服张飞，小国标赵军，九十段射手，你看。他们这阵容排得多好，每个位置都是会玩的。Later， 必须得实行 B 计划了，没办法，已经出两把了，我们开始玩阿里。啊，完了！为什么 ？B 计划圆满结束，我们只能启用 C 计划了。换号，成功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一小时打完挑战赛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看我的战绩，虽然说可能就是没有说很亮眼，但是他就是能赢你，能怎么办吗？为什么一个号六连胜，一个号三连跪呢？懂得都懂。你可能会说是我玩的有问题，但是我在同一天之内我玩两个号，我的状态会有问题吗？不会，我的大号的挑战赛狗看了都得撒泡尿再走的。